Next stop, 39th Avenue.今天跟同学来吃大同海鲜酒家大陆面。上次我把你的影片传给我妹，然后我妹就说你看起来很呆哦、喔。看起来怎样？很呆。他请教那边人还好吗？六乘以二是一台。还好。不过哎，其实在台北差不多。真的没有啊。后面还有啊，有啊有啊，当然会有啊。没有看到前面，我没有看到后面还有。来到固兰岛的这边算果菜市场算吗？算市集，市集跟市场是不一样。带你们看看，这边草莓才5块，没有，这样一盒只要2块5。哦，2块5啊，对，是两盒哈。2块5，来吃吧，我要吃最大的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。骗人。我觉得软一点就好，我可能拿太大了。还是你要再放一下。都放一下。那要放到你那个学期结束。最起码放红色嘛。它不会红，它会烂。我都已经洗了。对，草莓不会再熟了。它不会再熟了。所以你觉得好吃吗？会酸吗？白色的地方比较酸嘛、啊。我看起来很口是心非吗？昨天去了一个中国餐厅，不过有个贵，吃一吃大概16块，16块加币，跟台湾比起来有个差很多，随便吃一吃就要400多块。然后等一下有车，等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到，对，这里这个地方。你在加拿大好像空拍机的法规蛮多的，说只能在公园啊，还是没有人的地方才可以玩。那现在我在等更新，更新完之后再飞出去给大家看看，看这边的风景好不好看。